这座大山是南投县路水溪山上，会当看到周围乡镇风景的古点，有正好的视野甲景观，加上近年来登山健行相当受到国人欢迎，因此一顶公所伫代表会提案下，特别邀集林务局南投林管处前来会勘修建登山步道的申请案，并得到行政院中办执行长蔡培慧的支持，一同前来实际体验。行政中班执行长蔡培辉在一级镇民代表谢新忠的带领下，会同一级镇长陈继雄、林务局南投林管处长李进贤等人的陪同下，亲身来行一撮一级大山的登山古道。林长耶一下，厉害厉害，厉害！要努力要努力，主席也上来了。以往三四十年前，咱这条古步道是足济登山客吼络绎不绝咧行的所在，啊，因为产业道路开通了。这段有荒废一站嘛吼，啊，有感于咱苏贞昌院长伫个旧年吼开放咱的步道修复吼，我特别伫咱即届代表会提案，啊，透过镇长写计划，拜托咱的执行长来甲咱斗相共吼。啊，那这当然是我们的山林文化的开放，啊，不过咱注意到讲，这个步道呢，其实是可以来爬到吉吉大山，然后来瞭望，甚至于到台湾海峡。那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让这个登山步道能够来恢复。那但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恢复呢，是以生态工法为考虑，所以我们会在比较危险的地带做阶梯，而且可能是运用当地的素材，然后比较危险的可能会有一些攀绳，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以我刚刚没有拿这个登山杖，我都可以爬上来，所以将来也不会太危险了哈。好，那我们这次呢，一样呢，也会那个使用这个手作步道哈，自然素材的方式哈，来一段一段来整修。好，那整个沿线呢，大概有四五段哈。那我们今天走的是这个第二段的部分哈，全长大概是1.8公里左右哈。好，那执行长跟处长哈也是有一些肯定哈，那他们也会尽量哈来争取哈，或者是编列相关的预算哈，看我们可以来做第一步的整修。这座大山海拔1392公尺，有真好的视野跟景观，因此这座镇公所极力来争取，嘛得到林务局南投林管处的支持。那现在稍微有点损坏了，我们是希望利用我们的社区林业啊，由我们的公所啊或者地方的社区哦来提出这个社区林业的需求，那我们是用社区林业的计划来给他们做一个申请跟补助，那希望呢他们在第一年呢能够针对这些就是步道的整修先把它做好以后，那未来呢可以针对这个包括人员的培训啊、资源调查啦、啊，再继续努力。啊，咱就会当啊体会讲哦，现在这个景哦，那往后看。哦，真的是看到浊水溪的研判、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水。啊，而且这个古道吼，是先民吼所留落来吼，啊，但是我想一定要尽力吼来个整修啊个保存落来。登山健行已经成为肺炎疫情下的国民运动，因此，一级镇公所希望修建一级大山的古道，来提供喜爱爬山健行的台湾民众，一个当享受作家视野的好选择。记者金山差不多。